人你的命运呢？就要留待稍后再揭晓。但如果每一个分数是高过刚刚我所说的70.78，那你就要留待稍后再揭晓。但如果每一个分数是高过刚刚我所说的70.78，还是不过关。Being a collaborating woman is my superpower. 73.09，恭喜美玲哈！最后结果的那一刻，我又觉得，哎，美玲还可以来这个舞台，那么我就要回去好好调理我的嗓子，再来这个舞台，再勇敢的再比赛过。上一集，我们这个民族歌曲主题之下，本来要淘汰最低分的一组，但最后呢，两组同分之下，评审决定让两组都过关。然后这就是在这一集必须淘汰两组最低分。祝福大家。上的认同是这两名上上。好，看看自己身上有没有灯，有灯就过关了。我要说抱歉的是，景红，还有安格迪诺。灯就过关了。我为什么要被评审？因为我是当年的人，我们是那个彩排，所以我就觉得，哎呀。好，又来到这个依依不舍的时刻，而且这一次呢，那个依依不舍是成的时刻，而且这一次呢，那个依依不舍。我先请景红来说一下。我真的没有准备去来这个比赛，我朋友叫我来，然后我就 OK 来一下，没想到是这么严格，这么不容易。And now a word from our sponsor.